怡特科技是电子产业验证分析与独立元件解决方案的第一品牌。我们不只是第一品牌，我们的速度最快，品质也是最好的。怡特算是科技产业里的技术服务业，所以服务精神是怡特人必备的 DNA。 那我们在意的不只是技术领先，也不只是品质导向，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的团队是否能具备客户导向的精神。其实我觉得怡特是一个很暖心的公司，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只在乎的是技术，很在乎的是人，希望都是能够做到更好，然后甚至是我们也把客户当成我们自己的朋友在对待。常常接到陌生的客户的来电，就是提出有分析的需求，然后在一次拜访客户的时候呢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分析被写在部门的白板上。他们知道说，就是有遇到问题或者是需要解决的时候，就打这支电话，我们可以帮他协助解决他的问题。我遇到一个很有趣，就在前阵子，客户打电话进来，他就是很偷偷摸摸的，很小声问说：“请问瑞英在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嗯，我就是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听到你声音真好，因为我觉得我的 case 有望。”其实我们就是都站在一个合作伙伴的角色，所以当客户需求来的时候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要互相帮忙。我们不会轻易的承诺客户，但是一旦我们承诺客户的时候，我们怡特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大家都会尽我们的所能去帮助客户达到他的需求。有别于同业将员工当作是操作设备的零件，怡特其实特别着重在培养每一位加入怡特的同仁。那同仁的技术力其实就是怡特的核心竞争力。怡特本身算是个大家庭，那其实在工作上，其实同仁真的是互相支持。同仁如果有需要协助，其实不管是同事之间，甚至是主管，也都是很愿意挺身而出。我们的教练不是单纯只是教你工作，就连小到他可能感冒看医生，我们就会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有办法自己去吗？”我们甚至把同事带回当朋友在看的。对于怡特来说，员工跟顾客一样的重要。唯有员工获得适当的休息跟休闲，他才有办法更专注地去满足客人的需求。怡特科技成立了26年，我真的希望怡特科技是一个带有温暖的科技公司，员工能够在这边快乐的生活，其实是我最关心的。我相信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够创造出满意的客户。我想工程其实很重要的技术交集，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服务，因为有可能跟竞争对手可能在技术面啊，可能在交情面，这些事情都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差别，只要你愿意投资金。但是服务我想是最后的一里路，多帮客户想一点，多解决一点，这些事情都可以让客户更信赖怡特。我们提供了客制化的技术服务，那我们把700多项的服务重新组合之后，在产业里面服务了10000多间的客户，也因此成为台湾科技产业背后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们是透过真心服务所开创出来的解决平台，来解决我们客户的问题。公司一直聚焦在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怎么样帮客人的这个产品的研发速度加快，另外一个就是当他产品开发完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说能够确保他的品质上是没有问题的，能够跟客户合作，共同成长，然后达到双赢。我认为这个就是怡特就是最想要得到的。这间公司其实是用心在对人的，它多了多一份情感，然后多一份客户给我们的关怀，甚至我们给客户的关怀。我希望它是一个有温度的。我觉得很自豪的讲一句话，怡特科技最大的使命在创造客户最大的价值。用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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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来更好的答案。